这是谁的狗狗了？两个。他的狗狗。哦，大妈养俩了。我就养好两个。哦，有个粉丝还说有可多狗，他想给人了，不知道咱村里头有人要没？大狗下下可多小狗，我人没有人要没？他想，他想送人，没人要。这个现在这个农村狗可多了啊。哦。哦。俺这趟下下来个叫个半。下了几个狗扔了？下两个。啊，这个狗倒，我还以为是个小狗了都。哎，那下好几窝了。下好几窝了，你可扔哪儿了？扔头那老头还睡觉。哦，你没人养。人家村还给你抱往回抱。哦，他给往回抛了啊。不穿衣裳不冷。就是有点冷哦。哦。哎呀，今儿我觉得还好点，那天更冷。前天哎呀可冷了，大中午还冻得不行了。他们这两天别的地儿都热的，咱们这儿舒服。我抱他，他不知道，叫别人给他扔那个脑出来，叫别人。哦。老给生这狗一年生几回了？也生一年一窝的它。一年生一窝啊？嗯，反正是。哦。像那面前咱都下两窝的还。哦，有的下两窝，下几窝也不要。那个是不是他生的？他这是有一个狗那哪了抓着，他那会儿小了，他尿没了。再找一个他做伴儿了嘛。哦，还给狗还找个伴儿。哦哦，我抓一个儿家孩儿。再给抓一个啊。哦，老抓个小豆豆，他找不进来，都穿着小鞋，几种大衣裳。拿的了，这下还那前天出去，那天出去可让冻坏了。我今儿个可拿上了，拿上长裤了。嗯。长上衣。哦，就是大妈对的了。要是不拿，那天可让冻惨了。大夏天这么冷。包年的。出来那点干了，咱再念的那意思啊！这两天咱这村里头，你看多绿了啊，到处都绿了。下的雨，下到雨了。这下不旱了啊！嗯，再不旱了。啊，你们也不出去啊？地里头。去了，我还种了点地了。大妈，你还种多少地了？哎，种有个五几亩。啊，不多倒是啊。啊，多老不老了。玉米是啥？玉米、山药、葵花。还种这么全了，五亩地还这么全。哦，那才老孩儿一点儿的老孩儿。大妈多大岁数还种五亩地？七十六了。到。嗯。哦。老孩儿。哦，你俩同岁。嗯。哇，这大妈你也是七十六了？嗯。属啥的七十六？属猪。啊，属猪的。哦，这俩人同岁。哦。你种了几亩地？哎呀，我感觉可不少了，也是。十几亩，有。哎呀，七八十岁还种那么多了。这个家是这个大妈的啊、哦。哦，你看看，这个养个狗也是有个动静了，能给你叫晚上。着急了，给你。养了几个母大妈？蹦三个母，往列位哥叫唤到这两个狗呢，好了，饿了不叫。咋了不喂它？喂着尿洗澡还不喝，就要吃挂面方便面。啊，母儿还要吃方便面和挂面。哦，天天给他泡一个肚吃尿不够吃。天天要方便面和挂面了。哦。这喝洗澡还不喝？洗澡不喝。喂他点馒头啥的。馒头、生油面也吃是吃了，对照哦。就爱吃方便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你说你一个儿子。花钱给他买，嗯，花钱买，每天也不少了。这个哦，还得买方便面。几个猫？三个猫，一天得好几袋方便面。妈，半袋方便面，头中给留挂面。哦，这是方便面和挂面给和起来煮的吃。给他泡上水，再给他煮。还得搁调料了是不？哦，搁点调料给他拿上水一泡。大妈，人要不搁调料也不吃是不？哦。哦，这要是三个猫都吃挂面和，方便面，舍不得喂那么多，就是挂面活活喂咋的？你说挂面是俺敢掏钱儿呢？可不，你挂面也得买。哦，也一年这那个馍也得好几百块钱。三个馍啊？哦。哦。买一袋挂你那个。挂面二斤大把五块，买箱方便面是五十。买一箱方便面，啊、专门就是个猫吃了啊。你说不喂它，哇哇叫唤它。在家老叫是吧？要话是、哎、现在那猫它不自己逮耗子啊。我叫它逮耗子，今儿丢的多了，
那个老猫不回家也可以，回家一根吃一碗。一个猫就三个猫有一个拉猫。当月可能吃。那拉猫就是个公猫啊。哦，公猫。一个人就吃一碗。咋？他要回来一晚一会儿就吃了。我做就给狗趴的雨水面，还吃个冻雨水面，适当。猫。一个猫。啊，猫还要跟狗和抢着吃了。哦，你看看，为啥说是这养的多了也不行？哦，你俩狗三个狗可吃不多，狗它这不多一点雨水面，你还一天可够了的。啊，狗就光给吃点雨水面啊。哦，这俩狗还没有三个猫吃的多了。哦，没有三个猫。哎呀，这三个猫可吃的多了。咱雨水面就少挑上两袋袋，丢上两袋袋喂它东西。那这狗就每年得一年得多少雨水面？也得200来斤那个玉米面，俩狗啊。嗯，三个猫的，哎呀，那不是那个猫的，你看这墙头上猫了。三个猫的200来块钱。哎呀，二边不能我太点3点块钱。三个猫。三个猫。啊。光面粉的面细做不下，就是吃在。再不好低头一摇。给他做点山药蛋，喂他山药蛋。吃了，啥也吃了。哦。他你对这会儿都不煮不熟，他都不吃了。今儿我给他熬两个大山药，给他做了多油面。猫脸红炒的脑壳算是猫哎。那确实，那猫给掉到猫哪儿也是啊。对这破猫了，给你挖擦的。不干净那种东西啊，哦，掉的粘的被子上哪儿也是，就有一个去那个拉猫去那啥去。他就可点的，只好他娘俩米馍干也不点，不出去啊。嗯，就等到人喂了。哦，这不知道院里头有耗子没？有，那年有了。哎，那有时候上这山里头，按说这山上也有那个，嗯，那种虫子呀啥呀，也吃能吃，他不出去啊。不吃那，他就对着带那，乱七八糟。再闹俩狗，伢还连个圈还不敢带了。然后去逮个了，他俩都扑的。哦，这猫逮鸟。猫逮圈的生了。狗不让。狗和逮猫。哦，狗和逮猫。包间人家可怕，人家逮圈儿，人家可那个逮圈儿。哦，啊，逮住圈儿也行啊。嗯。啊，你看那猫又到上的那个上头了。嗯。他这个大爷也出来。这村里头没多少人了啊。哎，就那30来个人了。30来个人。嗯，